Hello，小朋友们，这里是小孔家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孔叔叔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。本期节目，我们新到了一件货物，新到一件玩具，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吧。好，我靠，你这个是，这还要录啊？啊，你看到了哈。都是有不一样的啊。好，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朋友们请点个赞吧，再见。